小时啊，他说等八个小时了，等我们直播等八个小时了，等我们直播怎等么这八么个晚才小时。来？每天晚上都是8点半的嘛，咱们今天迟到了10分钟。对对对。200人呢？咱们直播间进来的各个一起刷麦，帮王菲点点赞啊！这边好，阿美漂亮，阿美今天漂亮是不是？来，你们看一下，来，阿美今天漂不漂亮？看一感谢下天道我酬今勤天加入漂粉不丝漂团啊！亮？没人看你，你看你干什么？看你什么？看我今天漂不漂亮？一点都不漂亮。姐姐，家人们觉得我漂亮？谁觉得你漂亮来？谁觉得你漂亮吗？漂亮漂亮，想想大家觉得小小漂不漂亮？看。来，觉得小小漂亮的，可不可以扣个一？我看一下，漂你看亮没吗？人说你漂亮。看有人打一。没人说你漂亮，有。谁说你漂亮吗？都说我漂亮。哪个说你漂亮？都说呀。来，你们说阿美漂亮还是小小漂亮吗？肯定是小小漂亮啊！谁说的？我们肯都定觉是得你小漂小亮。漂亮呀。来，你们来坐在一起看谁漂亮。啊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王菲克，你明明知道的。没事没事，来，漂亮。我们看一下他们两个谁漂亮。觉得阿美漂亮的啊，打阿美；觉得小小漂亮的打小小。感觉小小漂亮。全部都是小小漂亮啊，不是阿美漂亮。啊，你自己都说了，小小漂亮，小小漂亮。王菲来，我哥，们你直播是不间，是内心觉得我漂亮？什么内心觉所得？以你刚才来，还你对赶，我说，你现在马上收拾东西，我们走了。我为什么要走？直播间各个结束麦啊，不能让小小住在阿美家这里了。阿美，我不能住在你家吗？因为我感觉啊，我感觉那个玉米的事，有可能是小小干的。我说了不是我干的，哎呀，小是不小，是你干的？谁都知道，谁都心里面都知道。你说是就是吧？你不要住在人家家里面，为你什跟我么走不了。住？又不是没，又没住在你家里面。人家不想让你住到他家人了。家没有说不想呀，你不想我住你家里面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不想，没事住了。谁会说不想呢？我靠，谁会说出来吗？这种事情，人家感本谢雨来就后没太有，阳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各个结束麦。你们反正玉米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小小干的，所以我们就，你见过我偷东西吗？这不是偷，这是栽赃，对不对？不是小小，不是小小，王菲哥，你别说了。反正今天必须要跟我走才行了，你赶紧收拾东西。我不收拾。你不收拾东西，你赖在人家家里面干嘛？我喜欢。人家不想让你住到他家了，哎呀，人家没有说不想让我住在他家呀。这种事还需要说出来吗？怎么不需要说？不喜欢，不想就不想，想就想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人家没有没有说不想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搬来吗？我太无语了，真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没事啊，小小在这里玩就玩了。听到没？人家没有说。怎么了吗？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而且玉米的事情本来也不是我干的，你凭什么这样污蔑我？你看到了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这样污蔑我。佳美。好好聊天喂。你看公屏上全部都说啊，小小太坏了，直播间各个结束们全部都为说什么说我太坏了吗？还不是因为你昨天看你直们播那间，个视频里面说什么就我跟他两个在家里面，本来就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我直播我还委屈呢，大家都在问我，本来就只有你们两个在家如里面果说啊，他就是他自己忘了关门呢，为啥就说是我怎么的？可能？那你就是不相信我呗。对，我就不相信你了。行。那我们就白认识这么久呗。是啊，白认识这么久了。
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开心就好。我开心，我特别的开心。嗯、是。哎，搞的什么事嘛！我靠。我说了，不是我。行了，这个不管是不是你，咱不说了嘛，咱走了嘛，行不行？我不走啊，要走你自己走。阿美，你想让我走吗？你是不是我不想我在你家里面？没有不想，没有。听到没？人家阿美说没有说不想。唉。人家阿美都没说，关你什么事？你管这么宽？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王飞哥管？哎，王飞哥管得太宽了。我管得太宽吗？对啊。我住人家阿美家里，管你什么事？哦，行行行，不管我的事，不管我的事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。嗯。我带不走，这不就跟我姐说嘛，我带不走，她不愿意走，我也没办法呢。她不愿意跟我走，我没办法呢。那你去帮我收拾衣服嘛，要不？你帮我收拾，我就走呀。我为什么要帮你收拾衣服啊？你帮我收拾我就走呀，你不是想让我走吗？那你去帮我把衣服收拾。哦，收拾不了。那你还是觉得还是可以住在这儿吗？没有，他好好的一个人，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子了。咱们2600个哥哥结束了没啊？把网费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20万。阿美，嗯，要不我试一下你的衣服？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要不我想试一下你的衣服。这衣服你算了吧，我今天还没洗呢。没事啊，我想穿一下你的衣服。这衣服。王菲哥，你觉得这个衣服好看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觉得是这个衣服好看？什么衣服穿在阿美身上都好看。绝对是你觉得这个衣服好看，我也想穿一下。嗯。你想穿你自己买去啊。可不可以阿美？我想试一下。明天我洗好了再。不用洗，我想试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这个还没洗呢，等一下。嗯，我想试一下。阿美哥，这可不可以嘛？你脱给我试一下嘛，我穿一下。你怎么？我穿一下。不，你我明天洗了再给你穿嘛。我们不用管他啊。不用洗。不用洗，不用洗，我帮你。来，我们直播间3000位哥哥级帅麦啊！把王菲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20万。看啊，我想穿。哎呀，人家试什么衣服，你自己买一套就行了嘛。我试一下，我去买呗，我穿着好看我就买呗。好，那我给你试，我给你试。嗯。你怎么喜欢？喜欢。王菲哥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衣服好看？是不是？我穿肯定更好看。啊？啊？嗯嗯，好看好看。嗯，我试一下。你这衣服哪里好看？那我们，你肯定是喜欢阿美穿这种衣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喜欢穿这种衣服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嗯，不是这样子穿的，完了，嗯。不是这里。我们一起看一下他穿这个衣服，你穿什么都没有啊、这衣服穿在你身上没有阿美的阿美穿的好看。哎呀，阿美，你这衣服怎么质量这么差呀？什么质量差？你看它这个坏了。直播间哥哥姐帅们，你们看来，没什么坏了。这衣服质量好差，没有啊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什么我故意的？这我怎么可能故意的？那人家刚刚都没好好的，你怎么你一穿就坏了？你看嘛，它这本来就是坏了的，它这质量太差了。你看哪里啊？你看这是不是嘛？刚刚没有啊。是不是嘛？它质量太差了，这个。哎，别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到了，是你弄的。不是，是我轻轻的，我只是这么轻轻一弄它就坏了，你这个质量太差了。把人家阿美的衣服搞坏了，你看。不是我搞坏的，是他本来就是坏的，然后我轻轻一这样弄。我们都看到是你亲自把它啊。你看嘛。扯坏的，哎。别扯。还扯。他这自己坏的。嗯，我这衣服啊，你看嘛，质量太差了，这个衣服。阿美，你买质量好一点吧，你看这儿都坏，刚刚没有。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直播间哥哥级帅妹，你们是不是觉得，你们觉得啊，阿美穿的时候都好好的，拿给你一穿，你就直接把它撕成这样子了。没有啊，你看，这是他自己就这。等一下，我还。你看我轻轻。别弄了。
干什么呢你？还在撕呢？不是，我想解释，它就是轻轻一弄，它就坏了。坏了就坏了嘛，你还扯它干嘛？坏了就不要了，把它丢掉。什么？把它丢掉？你这个还可以缝，还可以不用缝了，把它丢着吧，丢了吧。不是，我这个缝了还可以穿。阿明，还这个明天这个，我想试一下。不要给他试了，不要给他试了，一会儿你又给他搞坏了。可以吧？不行，你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。我又没问你，你走开。你干什么嘛？你把人家衣服搞坏了，你还要搞？不是我搞坏的，本来就是坏的，不是我弄坏的。我们亲自全部4000多个人都在看着呢，看到了的。我说不是我弄坏的，我想戴一下这个。你不会戴这个？你帮我戴吗？我看一下嘛。别弄了，别弄，阿美不要给他戴，阿美你坐在那里不要管他，不要给他戴。一会儿他又给你整坏了。我想看一下，我想试一下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好不好，阿美？刚才你把人家衣服都搞坏了，你还戴？我就要戴。要不你就不戴了吧，这个也不好看。不要给他戴了，阿美，不要给他戴了。我戴一下嘛，我不会弄坏的。来，你为直播间啊？绝对不会弄坏，这个衣服是真的是他自己坏的。没事，来，你为直播间，所有人都说不让你戴。阿美，直播间啊，不能。来，你看他们都说不能让你戴啊，一戴了一会儿又给你搞坏了。我想戴一下。不要闹了哎！你干什么呢？你就不戴吧，我想戴一下。什么？你想戴一下，人家不给你戴的吗？而且那个衣服不是我弄坏的。明明是你弄坏的啊，人家衣服不是。你刚才一直说，哎，今天不好，今天不好，然后我的衣服我没有扯，是我本来我穿上的时候，然后一不小心它这就坏了，然后我轻轻，我想给你看，我轻轻这样子，它自己就都成这样了。我们直播间4500个哥哥姐姐们啊，刚才你们看到了的啊，如果是小小故意弄坏的，顾不上啊，打个试来。你看，所有人都说你是心机女，看到没有？心机女，我心不心机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，不用，我知道是。阿美，我戴一下嘛。你把衣服给我，明天缝一下就。你把它丢了吗？不要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嗯，这个缝一下就可以穿了。阿美，我明天。你好什么好吧？我明天给你买一件。不用，我这个缝一下就好了。不用缝，那个质量太差了。不差了。我想戴一下你这个。对，我穿。我看一下嘛，阿美，给我看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你想戴啊？嗯。我绝对不给你弄坏，故意的，真的故意的，绝对不给你弄坏。我们4700个家人们啊，把网费点点赞，这个可不可以啊？就是质量太差。对呀、啊，没有他故意的，他直接这样子扯的。不是我故意扯的，是我一穿上去，然后他就坏了，然后我想给他们看这样子，他自己就坏了，真的不是我弄的。你是故意的，我们都看到了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质量实在太差了。小小不是，那他扯我的嘛，行不行嘛？小小不是故意的，觉得小小是故意的，顾不上打个故意的来。绝对不是故意的。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阿美，我戴一下你脖子上那个吗？不能给你戴了。我在问阿美，我也没问你。人家说不给了。阿美，你不给我戴吗？这个不好看的吧？好看，我想试一下。你看，可不可以？都说不要给他，全部都说直播间哥哥姐姐们都不说不要给他戴。可不可以给我戴阿美？人家说了不洗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？行了，我们不要管他，我们搁直播间搁几摔门聊聊天。阿美，我想戴一下。那你戴一会。嗯，好。你是，哎，戴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来，我们看着啊，直播间，咱们直播间5000多个家人们看着来。人家阿美现在脖子的这个啊，现在是好好的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的啊。现在是好好的，看到没有？好好的啊！我来，我们亲自看着啊！我们5000多个人在看着啊！如果一会儿你把它弄坏了，我不戴，我看一下。一会儿你把它弄坏了，我看，不用，我看一下它这个质量好不好？质量好，我看一下，小小它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这是真的银吗？不是你这样子掰就坏了。不是，我看一下它质量好不好。我给你戴上面，不是这样子就坏了。我看一下这个质量。这样子就坏了。不会坏，你看。你干什么？来，等一下，它弄坏了，让它赔一会儿。我觉得这个
这样子好像好看一点。不。